先啊呢、这個一節金句係我好中意嘅金句，係詩篇28篇第7節。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裏倚靠他，就得幫助。所以我心中歡樂，我必用詩歌頌讚他。首先，我哋而家誒唱一首詩歌俾你聽，係詩歌本46首《天父必看顧你》。